我是女生，所以东西有点多。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还不是得乖乖给爷服务？哼！你故意？我可不是故意的，是你自己不系安全带。这出行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是故意的，我要投诉你！你敢？我干不干？你干嘛？你干嘛？把手机给我！你抢我手机，你疯了吧？你敢给我差评，你就死定了！手机给我！净给你差评！手机给我！就给你！哎呀妈呀！现在这年轻人咋这么开放？就给我差评！您的评价已生效，本次服务差评。臭流氓！踢完我就想走，我都喝酒了，我怎么回去啊？你爱怎么回家怎么回家，姐忍了你一个晚上了，被你一个差评全毁了，姐现在不忍了。哎，你不能走，差评还不是因为你抢我手机吗？再说了，你得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切，无耻！你起开！你不想负责？行，那咱俩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输了你就叫我师生爸爸，我要是输了，我叫你师生爸爸。无聊，姐没空陪你玩。不玩，行，赔钱吗？你让我给你赔钱？你开玩笑？行，你说，比什么？比什么都行，反正你都会输。好，那你就等着叫我爸爸吧，乖儿子。就一间啊？你在家里面睡觉，要睡两间卧室吗？我是没有两间，但你不应该安排两张床吗？两张床？哎，你别靠近我啊！我们说好互不干涉的。你睡沙发，我睡床。凭什么？因为我是甲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绅士啊？难道不应该女士优先吗？不该。为什么？你想睡床可以，你把定金退回来，我们把合同反过来签。你明知道不可能，这不是欺负人吗？沙发太小了，我睡不开。先委屈你睡几天，到时候我想办法给你弄张床垫进来。哦。
防狼喷雾。这什么东西？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行了，你先收拾好行李，我去洗个澡。哦，对了，东西不要随便乱碰，尤其是柜子。知道。何景熙，你怎么把灯关了？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帮你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什么都没看到。灯。哦，对，灯。看够了没有？够了。没有。哎呀！
去吧。西西，奶奶，快来跟奶奶一起吃饭。好，喜欢吃包子啊，还是油条啊？来，这么丰盛啊！我刚好饿了。是该饿了。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昨晚睡得可好了，我第一次来顾家，没想到顾家的沙发都……沙发？哦，沙发都这么有特色，我超级喜欢的。喜欢就好。以后啊，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了，这家里的一切啊，都是你和西城的。只要你们俩好好的，奶奶这心里啊就踏实了。快吃吧，来啊，好，快吃，吃吧。我是傅博雅，下午有空吗？约你见一面。不好意思，傅先生，我迟到了。没关系的，何小姐，请坐。你别那么客气，你叫我锦溪就行了。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什么事啊？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总不会是认出我了吧？是这样的，这次约你出来，还是想正式的跟你道个歉。我没事的。那我们算是朋友了。当然。那么，朋友的礼物，你就不要拒绝了。月桂之华。这个品牌来自欧洲，我是他在中华区的负责人。你手里这款呢，是我们新系列的彩妆产品，预计在下周才会全面上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谢谢，我很喜欢。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毕竟啊，我可是做足了功课才敢约你出来的。我知道你也在做美妆类的带货主播，我看过你的视频，你的潜力很大，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和我签约，进行新产品线上推广。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品牌方会看上我们，毕竟我们的流量数据挺一般的。其实流量都是创造出来的，你只需要一个机会。东西你先拿回去试试，如果感兴趣，我们再往下谈合作，好吗？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嗯。哦，你稍微等我一下。哦。我看你的脚好像受伤了，我买了创可贴，我帮你贴上吧。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谢谢啊。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这话还是跟你自己说吧。我怕你一会儿输的呀，要脱裤子。
要不是你打断我，我都破纪录了。哼，你自己抗压能力不行，也是没本事。反正你打断我，你就是赖皮。彼此彼此，怎么样？还想怎么比啊？游戏比呗，我们就比些成年人该比。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贺锦溪，你怎么在这儿？我打你电话好多遍你没接。我们今天约了影乐拍照，你忘了？拍照？婚纱照。我。我们拍汉服婚纱照吧。汉服。你知道呀，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不下，背叛自己是心动的代价。You are my 超帅。人海中穿行，只有你的身影。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只差一句你。哎，好，来，愿意。哎，不错，再来一张。新娘好了吗？好了就出来吧。
开心一点，对，看着我。我觉得这个二位还不够放松，哎，来，再有什么姿势再想一想啊，来。好，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哎，对对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新郎，你手扶着新娘的腰吧，这样显得亲密一点。我们再换一个亲密点的姿势吧，那个新娘你搂着新郎的脖子吧，这样，这样，这样，手放下。好，新郎继续搂着新娘的腰啊，来，深情对视啊。走啊，你到底行不行啊？我不行。那个，你们两个头再靠近一点，哎，再近一点，抱着新娘子亲下去。哎，亲一个，亲一个。班头小分队上，这是什么社死现场？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放那么大啊？别说话。谢谢，谢谢啊。看你们呐这么相亲相爱，奶奶也就放心了。西西，嗯，你和西城啊好好在一起。奶奶接下来的日子啊，就等着抱重孙子了。啊，冲，加油！加油，加油！走。顾一城，你总要解释点什么吧？你都听到奶奶说什么了？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够了。可是我……由傅博雅代理的欧洲彩妆品牌月桂之华进入国内市场之后，趋势很猛。有媒体报道说，会对我们花颜销量产生冲击。被什么魂穿了吗？说什么呢？可是我很多年没有见你笑得这么奇怪了，奇怪的我心肝都疼。要不要把你下半年的薪水也扣了，让你的小心肝好好痛一下？哎，老大，你要是把我下半年的薪水扣了，我就只能住在你家，你养我了。我家？不行。这么大，果然是金屋藏娇，春风拂面。既然这么闲的话，不如滚去打扫会议室，
我要继续研究产品线，别浪费我的时间。哦。哎，老大，要不要我去顾家帮你打扫卧室啊？鸡汤来了，熬好啦。怎么样？嗯，真香。你的厨艺啊，我可是最相信的。但是，那个呢？哦，这儿呢？这可是我特意跟老家的人要的，人参鹿茸大补酒。我们那边人说了，只要这小小的一瓶啊，保管他们年轻人就热血沸腾，热情似火。嗯，刚才呀，我在他们房间的沙发上发现了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子。西城啊，从小就性子硬，肯定他不会太主动。对对对对对。我就靠着这个小法宝，就等着抱我的重孙子来。快哦，快快快快！再放点，再放点。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贺锦溪，你到底把妈妈带去哪儿了呀？西西，奶奶，那个西城上班去了，奶奶来看看你啊，过得习不习惯呢？啊，奶奶，我习惯，我过得很好，过得特别好，奶奶就放心了。来，这是我和小梅啊，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煲了大补的人参乌鸡汤，等西城回来呀，你们俩好好多喝点。嗯，不用了吧？哎，不行，那西城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还操心你们俩结婚的事，奶奶惦记你们。那好吧，等他回来，我和他一起喝。乖，走吧。花盒的压纹设计简洁、大气、平整、无皱褶，线条整齐。花盒的包装结合了当下比较流行的马卡龙色调。十分钟你再不回来，我就把你的晚饭全消灭，一滴不留。深受年轻女性用户的喜爱。今天先到这吧。什么都好吃，好热啊！啊，奶奶，西城回来了。啊，今天公司怎么样？
还行，奶奶。公司的事情改天再给您汇报，我先回房间了。怎么回事？顾惜成。吃饭了吗？今天太忙了，会都没有来得及开。顾总，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帅。你干什么？没什么呀，就是发现好热。吃错什么东西了吗？我喝了奶奶的汤。好热啊，还是热，我要脱衣服。顾惜成，你不热吗？我来帮你。不要，不要，送来，我来。惜成，你们晚饭吃完了吗？我进来给你们收个碗。不用了，等下我们自己送过去。啊，老大，你今天气色好的不同寻常啊！滚！好嘞，回来。今天公司附近是不是有品牌的快闪活动？对，有两场。你该不会是想叫你未婚妻我嫂子公司老板娘来吧？司徒叔，我看你全年的薪水都会被我扣光。扣，随便扣，等扣光了，我就去抱老板娘大腿。喝了碗鸡汤，跟被人打了一样。哎呀！还好。
吓死我了！看来以后真的不能乱喝鸡汤，鸡汤有毒啊！啊！喂，干嘛？今天公司附近有品牌的快闪活动，你要过来学习观摩一下吗？我也可以去啊。别给品牌丢脸就行。遵命。你好，我是花颜的网络推广主播。关于这位模特的妆容，我有点自己的想法，想和您交流一下。你有什么想法？你怎么在这儿？我想买一个这个。哎 ，Miki 姐。可以。啊，我正好来学习一下。我正好想和化妆师说呢。对对对。因为这位模特的妆容，我觉得不够凸显花颜新产品的特色。虽然你是跟花颜签约了。但是我们聘请的可是最专业的化妆师，我不觉得你能做得更好。我不是质疑化妆师的专业，只是如果我说的不够直观，我可以给模特改妆，这样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不必了，不用浪费大家时间。让他改。顾总，您怎么来了？我刚好在这边开会，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我倒是很好奇你有什么想法。顾总，媒体们都在，要是他改不好的话，会很影响宣传的。你有信心吗？有。一直致力于传达东方美学，它的质地色调比欧美品牌更适合亚洲女性。这次的新系列名字叫做上四，所以我把妆容改得更具古典神韵，同时呢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顾总，陈编进来了。早就得到消息，你们这次的新产品别具一格，没想到实际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惊艳。我决定了，这次的 stylish 的头条内容就用花颜的新系列了。很荣幸。另外还有个不情之请，可否在内容上附上他的网络 ID？ 当然可以，这是应该的。再说这么优秀的设计，我怎么可能放过呢？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啊，你好。对了，
这期的专访呢，我们还请到了荒山月大师参加。顾总，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们的邀请呢？如果能请到您的话，这期的内容一定会更加精彩。荒山月大师啊，怎么了？啊，荒山月大师是我的偶像，所以听到他的时候有一点点小激动。对了，陈编辑，专访一向由专人负责，您是知道的，顾总一般不接受专访。当然，那如果以后顾先生需要专访的话，一定优先考虑我。谢谢。不客气。锦溪，傅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忘了，我也从事美妆工作，欢迎线下有活动，我当然要来看看。哦，对了，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是关于月桂之华的。考虑的怎么样了？是这样，我已经和花颜签约了，按照公司规定，不能再接其他品牌的推广。抱歉。明白，不用道歉的。没能帮上什么忙，对不起啊。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不如这样吧，等你和花颜的合约期满，就和我签约怎么样？你放心，我给的价格一定比顾西城高。哎，怎么了？贺锦溪，傅总，好巧。顾总，没那么巧，我是特意来向花颜学习的。恭喜你啊，新产品很成功。多谢。奶奶叫我们回家吃饭，坐。这么早？我不喝鸡汤。回家，顾总。不好意思啊，我和锦溪还有话没聊完。如果是签约的事情，那就没有必要再聊了。贺锦溪已经跟花颜签订合同在先。顾总放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聊清楚了，我不会强迫他人违约的，只不过在不违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我想请锦溪当我的宣传顾问，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好，你们聊，我在这等你。我等我的女朋友回家，傅总不会也要管吧？傅先生，其他事情我们改天再聊吧，今天我还有点事儿。好，走吧。继续聊啊。不聊了不聊了，回家。走。傅先生再见啊。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一次了吧？什么？在和我的合约存续期内，不准和其他男性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哪里亲密了？我们就是碰巧遇见。在你这是碰巧，在别人那里，未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怀疑副总？你未免也太高看我了。他是品牌公司的老板，怎么会特意接近我，又怎么会特意和我相遇呢？哎，拜托你收起你那满天大开的脑洞，多做点正事吧啊！我是为了你好。我谢谢你啊，顾总。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你的资料上并没有标注你很擅长化妆，也没有说你一直在做主播，但我今天看你的化妆手法以及你的理念，绝对是专业的，而且是经过思考的。为什么你的资料和本人出入这么大，贺锦熙？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他，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回答我，贺锦熙。我家里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所以我就没在资料里写。是吗？那你怎么想的？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呀，我很喜欢这份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工作，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认真的做了，对吧？我让司徒给奶奶准备了些补品，等会儿回到家你送给她老人家。好。不过你是想帮我在奶奶面前刷好感呢，还是真的关心奶奶？我是为了你好。为我？不然你希望奶奶继续给你炖鸡汤啊？不，鸡汤不要，鸡汤有毒。这个吧。哦，这个漂亮极了。回答正确。奶奶，我们回来了。哎呦，快来快来，跟奶奶说说话。奶奶，这个呢是西城给您准备的好吃的，他说您最近为我们太操劳了，让您好好养生，养好身体。他是让我养生，还是别叫我多操心闲事？鸡汤不要了。哎呦，奶奶，以后我们俩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我会和他好好在一起的。那我们走吧。哎，成功了，还是您厉害。谁看你了？就吃这个。
还是好天气。如果下的可以直放晴，说不定我明天就愿意。你再看下去我要收费了。一起去走走走走，先来100块钱呢。你晚饭没有吃饱吗？这么快就饿了。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特别能吃，也特别爱吃，但是晚饭是梅姨做的，我不是怕。又加料，相同的手法奶奶不会再使用第二次了。也不是啦，我以前做直播太忙，经常顾不得吃饭，所以晚上一碗泡面就是一天的主食了。一天就一顿啊？嗯。你有必要这么忙吗？我可听说你手里面的资产并不少啊。那是贺。是我以前花钱太大手大脚了，手边的流水都用去买奢侈品了，包包、高跟鞋什么的。你不陪我一起吃吗？我从不吃宵夜。那为什么是两碗啊？你一直都是这样吗？什么？双数，你的所有东西，书架、床头柜、洗浴用品，包括藏书，都是一模一样的双份。办公室里更不用说了，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你办公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双份。胡锡成，你这个叫偶数品。对，偶数。你是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啊？这没什么奇怪的吧，我只是喜欢东西成双并排不落单的感觉，我讨厌这世界上一切孤零零的物品而已。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呀。但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让他们尽可能的完全一样。可是这是人为的呀。顾旭成，你是有强迫症吗？这和你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吗？嗯，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想帮你。贺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我和你的关系，遵守我和你签订的合约。我不需要你来指点我的生活，更不需要你来剖析我的人生。顾总，我不是，哎。
好，好酒。怎么那么吵啊？我在酒吧，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了，你过来接我，快点！您不能打电话，喝，快点喝酒。我没说不给你喝，我现在就给你喝。没说不给你喝，我现在就给你喝。干了啊！这个安安。算了，今天还是别惹他了，我先去救安安。神呢？不会这么晚又出去了吧？司徒，你在哪儿？帮我查一下。发生什么样了？快跟我回去！谢谢你来了。走啊，走！这是谁？你不能走，没叫爸爸呢啊！谁要走了？我要跟你接着喝。贺锦熙，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不好意思啊，你认错人了。怎么可能认错？你看，你这双高跟鞋还是我送的，我送了你那么多礼物啊，你从来都不陪我喝个酒，今天正好遇到，咱俩喝一个，走。哎，放开！你，当心我报警啊！你吓唬谁呢？别给脸不要脸啊，走。有没有碰到你？有没有受伤？顾先生，英雄救美是吧？来啊！待在这别动。啊！疼！我的女人也敢动？
你得叫我爸爸，司徒硕，你，你看你现在什么德行？你都坐轮椅了，你应该叫我爸爸。你配我？不不是不是，你看我，你看我，别撞我，带你。飞，鱼加油！我带你飞，飞啊飞！行行，我带你飞。就你会吐？你以为我不会吐吗？啊？啊！啊！你喝多了，送你回去。西西，我没事，我要给他喝。司徒，司徒，哎，老大。我老大来了，我老大来了，我不怕你。我有西西，我也不怕你。哎呀，我打了专车送他们回去。好。爸爸，爸爸。刚在酒吧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他认错人了，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要生气嘛。我真的不是故意这么晚出来的。但是我告诉过你，合约期间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算了，回家吧，别惊动奶奶。怎么了？你先去开车，我马上就来。不想光脚回家的话，就乖乖别动。但是我的鞋……不要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多的鞋，我买给你。真麻烦。小姐，你朋友让我送二位回家。嗯，回家？我不回家，啥回家？还有够喝呢。行，行啊，今天谁也别想走。嗯，师傅，去我家新公馆 C 座，接着喝。嗯 ，Go。好的。笨死了！叫。啊！我贴个创可贴就可以。旧伤还没好，又添上新伤，这样一直将就，永远好不了。那我别动，就你笨手笨脚的。只会影响到。
别打扰了。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面啊，不叫顾总，要叫西城，记住就好。以后你睡床，我睡沙发。今天不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的，我就跟你一下，你快点起来。不睡觉是吧？今天就别不睡觉。你要是不怕头秃，那就别不睡觉。秃？你说我秃？我。今天就算秃，我也要跟你拼到底！来，抬起来！你要是比不了，你就认输，就叫板。左帽。爸爸，
我被你弄脏了，我不干净了。什么不干净了？闭嘴！你怎么脱这么干净啊？哎呀，哎呦，怎么可能？ 冰清玉洁，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我怎么可能连他，我都下得去手啊？ 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记住了。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了，我知道，你觊觎我的美色。昨天那一夜算是便宜你了。好，从现在开始，赌约结束，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还不快滚！领带。 接下来，模特服装这块就拜托你了。一定要重点突出我们品牌的特色和优势。上个季度，月桂之华的销量已经几乎和花颜持平。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彻底击败顾西城。没问题，博雅，我们都合作那么多次了，你就放心吧。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哦，对了，这双鞋你就收下吧。这双鞋是我今年新设计的款式，材质特殊，绝对不会磨脚。好看是好看，可是你送我也没用啊。你也知道，我单身这么多年了。没关系啊，你可以把它送给你心仪的女孩，说不定她穿上这双鞋就会慢慢走向你了呢。 锦西小姐，你有一个快递。哦，谢谢。不用客气。快递。这是客户精心设计、绝不会磨脚的水晶鞋。 我想来想去，只有送给你最合适，希望你喜欢。傅博雅，什么东西啊？哎，他很有心吗？就是上次他可能看到我穿高跟鞋磨脚了，所以，哎，顾西城，你等一下，哎呀。 都是给你准备的。我？那天晚上我说过，你以后所有的鞋，我都会给你买。这
太多了吧。再也不用穿磨脚的高跟鞋，也不用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鞋子很漂亮，但我不能收，已经原路寄回，多谢你的好意。线上推广合约已经走完，别忘了来公司拿产品。不知道他把产品拿走没有，也不说一声。东西拿到没有？不行，好像太热情了。好好工作，如果出问题，随时取消推广资格。是古总，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笑什么？司徒硕，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敲门啊？我只是来传递消息。利普曼先生联系我，后天他和夫人来中国。拜拜。